我個人係非常之喜歡呢個肥仔聲聲嘅。咁乜嘢肥仔聲聲咧？就係嗰啲 sustain 短啲，跟住之後個 pitch 會 low 啲、低音啲嘅 snare 嘅聲咁樣。咁其實呢啲聲係扮以前嗰啲808嗰啲電鼓嗰啲聲咧，即係啲 process 咗之後嘅 snare 聲。咁以前啲 hip hop 嘢啦，或者啲可能啲 new soul 嘢咧，大部分啲 producer 咧，其實佢哋係會用啲 beat maker 咧去做一啲鼓嘅 sampling。喺個底度嘅，咁而家就越嚟越多玩 R&B 啊，或者 live 嘅演出嘅音樂人啦，佢哋就會用一個真鼓去扮翻個電鼓嘅聲咁樣，咁就機緣巧合啦，因為我呢段時間比較多聽啲 hip hop 啊、啲 soulful 嘢啦咁樣，咁啊俾我聽到呢個聲之後咧，我就打冷震啦，咁我就好中意呢個聲啦。